票是刚交我的，这样子。青少年说：“你要学啊，因为我是做青少年工作的。” Where are you? Okay, I will be there for 5 minutes, 4 minutes. Okay. 这里啊，这里以前是 community garden, 社区的这个花园。后来滨州政府把这块地送给了 PCDC, Philadelphia Chinatown Development Corporation, 然后他们把这块地拿去。租给别人，这个停车，然后他们现在把这栋楼拆掉了，然后要建，在2013年他们要建这个casino community center, 然后去卖给楼上可以卖给别人，然后1234层来去做 community center, 2013年还活得到吗？12月12号就敲敲了，你看这里有个壁画。中国人早期来美国就是做铁矿，还有做衣服的。对。然后当时有个排华法案，中国女的都不能来美国，因为中国女的来美国，中国人可以繁衍在美国。你看这些都是他们做历史，还有这本书嘛，就是这个高速公路的做历史。那这个父亲看着的，跟他儿子或者跟这小孩子说这个故事，然后这小孩子把它写下来。啊，就是好的明天，因为我们经历过这么多历史，我们就是给下一代，带来一个好的环境，所以说下面小孩子很幸福那种。对对。啊，这幅画我介绍了起码80几次了。对。每一次我做川藏做，我都会把别人带到做。现在有女朋友没有？没有固定。没有固定，哎呦你还挺热的，还没固定。我妈跟我说，你找女朋友得幸福的。幸福？幸福？他妈幸福？你妈幸福？那你爸就找，因为找女朋友会挣钱的。这那你这语文挺难的。会挣钱，还得幸福，还得会唱京剧。Yeah.
下面和陈威同学跟大家对唱一段京剧《四郎探母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朝花暮落未尝忧思，怎么着？这几天愁眉不展的，莫非你有什么心事吧？本宫没有心事，公主不要多疑。你说你没有心事，瞧你的眼泪还没擦干呢。Yeah.